有新学什么表演吗？好好，有、啊、有什么呀？有圣诞姐姐，那个偶像来了那些人。谢娜姐姐，偶像来了那些人，哦，翻译过来就是她的那个模仿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还需要翻译？你会吗？就是谢娜姐姐模仿那些人，你模仿谢娜姐姐模仿那些人，对吗？对。哦，那我们先来看看谢娜姐姐是怎么模仿那些人的，然后我们再看你怎么模仿谢娜姐姐模仿那些人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嗯。我先模仿那个刚刚。七霞姐，我们觉得你就像是画上的人，好像时间就飘下来了，让我们觉得难以置信，真的谢谢你。接下来谁？娜扎。娜扎和七霞姐是一组的。我觉得我说什么都是错的。我真的好心疼，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女儿。那这样没关系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朋友都叫我不要看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去看。韩哥，哎，翻炒是情感的升温，糖醋是情感的蜜意。做一碗面条何尝不是一种柔情。我手没这样，手没。小谷啊，各位海南的领导。韩玉好学。哎呀，大家不要说我要减肥。学好一点，拖着大长裙，啊，坐这个车啊，要不要那么夸张？评委，我这里有冬瓜，有南瓜，这里啥瓜都有啊！好棒啊！我们先模仿那个娜娜姐姐模仿的那个刚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开始啊，预备。开始。新小姐，我们觉得你就像画上的人，霎时间就飘下来了，让我们难以置信，真的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他有那个突然变成那个甜美的声音哈。好，还有再来、啊、第二个再、再学一个那个娜扎好不好？娜娜姐姐学娜扎，就是伤心的哭的那一段啊，预备开始。我觉得我说什么都是错的。哦，娜扎，我真的好心疼，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女儿。娜扎，没关系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朋友都说不要看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去看。好棒啊！好厉害！太强了！好厉害呀！神童。那个，那第三个学那个娘娘蔡少芬，好不好？娘娘啊，预备。啊，你要下来是吗？这里可以吗？拖着大长裙。拖着长大长裙，你下来这样方便一点。预备起。啊，就几呀个词要不你那么夸张。评委，这有冬瓜，这有南瓜，这有啥瓜都有啊。后面听出一些山东味了。啥瓜都有。评委要啥农话了。韩哥呢？韩哥呢？韩哥呢？韩哥的。翻炒是情感的升温，糖醋是情感的蜜，做一碗面条何尝不是一种柔情？太棒了，好好。小谷，怎么学小谷的？小谷，各位海南的领导。那个延迟也是，对，
对对对，还有再演一遍那个慢慢抬头的那个，好吧？各位海南的有107。各位海南的领导。小花。张含韵。哎呀，大家不要说我，我要减肥。哇，我觉得他记忆又记忆力好棒哦！对啊，来掌声给他。